第十四题，易贤想象一颗重达75公斤重的大球滚上10公分高的台阶，他应该选择哪一个方向的作用力会比较省力？这要滚上去，所以是滚动，是在转动，所以叫做跟力矩有关。力矩呢，就是力臂乘以力。如果我们的施力要小，就表示什么？力臂要大。而力臂就是支点到力线的垂直距离，我们的 F1 的力线在这里，所以它的力臂在这里就是一个半径，我们的 F2 的力线在这里，它的力臂在这里比我们的半径还要小，我们的 F4 的力线在这里，我们的力臂有这么大，那么但是呢比直径小一点，而我们的 F3 的力线在这里，我们的支点到力线垂直距离是在这里，所以它就等于直径，所以它是最大的，所以 F3 的力臂最大，所以它施力可以最小。所以第十四题问我们说，它应该选择哪一个方向的作用力比较省力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，F3。